我们今天要来玩佩佩猪的六角拼图。哇，那今天要拼的这个图案是乔治还有他的朋友们。哦，乔治还有他的朋友们，让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图，再准备开始哦。好的，我找到了一个地球仪，地球仪在什么方向呢？哦，在这个图的中间上面是一样的。接下来又要找第二个乔治。这是什么图案？这个怪怪的。跟这个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。然后我找到乔治的衣服，在右下角。是的。好，然后这个日本国旗是在图的什么地方呢？是在这里吗？还是在这里？好像都不一样。是在这里，它是一样的。日本的国旗。好，非常好。我又找到一个乔治的朋友。还有这一个是放这边。我们还缺几个还没拼好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空位。那这三个空位，这个空位是乔治的帽子。我们来找找看。你有看到乔治的帽子吗？有看到吗？有，在哪一边？在这边对不对？对。很好，放进来。接下来是这一个，我找到他的衣服了。好的，那最后还有一个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呀？不过他们两个长得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把它放上去。就这样子就完成了。我们完成了这个拼图，